刺激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andy 的陈。那我们今天要玩这个是 Truck Mania 那个什么 Legends Forever 那个赛道狂飙系列，然后永恒国度。这我没有玩过，这 Steam 上是免费的。我一开始会找到这个游戏，感觉它好像是搞笑的，所以我想要来看一下是搞笑还是干嘛啊？它驾驶在旁边的，不是 WASD 哦。好像轨道车，这样我现在是有在玩吗？我靠！这样一堆人也冲不过去吗？我看一下为什么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可以了。哎，按空白键突然就不能动了。所以这到底里面有多少个玩家？死了就重来就对了。他都没有人过。Oh shit！ 那比完了，那怎么办？第十五名，我上下左右赛车如果用右手，我不习惯，我会比较习惯用左手。刚刚有点乱哦，不晓得发生什么事，我先单人模式一下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、哦。这样，哇，我的车嘞？为什么他一定要用那个第三人称给我？我会滑下来、欸，线。对啊，我要用第三人称了。好，刚刚讲错了，他用第一人称，干，奇怪嘞。这样我就看不到，我就没办法预先判断说路在哪里啊。哇，这个是，哦，这样哦，干，我快滑下来了、欸。我的电脑够夸张的了。我没想到这 F1 抓地力要强，靠！我没办法，那个刚刚那个我突然不能控制方向，我觉得我浮起来了，可能快要掉下去，要翻车了。讲着这边这个就抓地力就不行了，我靠，是这种，对啊，shit。我真的很想用第三人称看一下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哦，可是他死都不帮我用第三人称啊，他只有这边可以而已，很奇怪。你竟然强制第一人称就对了，我什么时候能跑得完，我自己都不清楚啊。头过了就过了，哦靠，这么短的路可是它超难的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为什么就不给我第三人称呢？很不科学。我到这边有稍微减速了，因为它好像要翻的，我就没办法抓地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好像对，就是那个可以绕圈圈的，他可能就是为了让你体验最佳驾驶，然后他给你用那个第一人称。干，我就知道第三人称啊。对啊，他这个就可以，奇怪。哦，这种地图，哦、不妙哎。我、哦、来喽。屁啊！他怎么哎？欸他就给我换成第一人称欸，
只要要准备用那种转圈圈的，或是爬墙壁，他就直接把我自动切换了。他真的应该是要让你体验最佳感觉吧？我都跑来这，哼！可惜耶、欸。哦，还好还好，不是从头来就好。等下我怎么爬不过去？等下这条路是发生什么事情？等下这个路有点鬼打墙哦。我、哦、可以了，可以可以。这个路真的鬼打墙哦，怪怪的。终于，我靠！这个电脑铜板很强哎、欸。屁啊！真的假的？走那里！你看真的耶，电脑爬上去了，超难的。我不会掉哎，我这抓地力超强。他直接改我视角，其实我也不太清楚。往下，我看一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耶，多草皮哦。左草皮阻力很大哎，我感觉到它加速蛮硬的。连越野都有。然后嘞，好乱哦，凭感觉在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只要飞过去就好了。然后要爬这个怪怪的。啊，那这里，你还没有给我方向啊？我猜应该这里，应该是。不是哦，看电脑你在哪里啊？那个飞过去之后在哪里？我再去飞一次。那条路飞过去在哪里？啊，之后怎么走？我问你。对啊，讲这里啊，没错，我要飞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是走那边，因为怎么讲，应该不可能，因为，对啊，这里是我们刚来的地方，他要我们飞这边干嘛？再走一次吗？太瞎了吧，换下一关。他的道路设计都是很疯狂的，我靠，可以哦，这里可以哦，好好看。啊！是。终于哦！我靠，是这样？哦，那是路障哦。可以。莫名其妙真的鬼打墙，真的，难怪刚刚去线上玩的时候，一堆人一直从头来。fuck！ 玩太多也不行，
没有，就看不到下一次路口在哪里啊！变七人称之后，我整个就没有方向感。嗯？为什么？不管，可以爬去哦。哦。他好像会把我校正的那种感觉。屁啦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好样的！他用两个箭头招牌，我以为很那边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放洞里，我以为很左边，就不是。啊，不行，拉不回来。哦，重播，新纪录应该不可能吧？电脑跑比我快。欸，他直接取最好的那一次哦，很好啊。你看，你重播就不能重播那个好 OK 的那一段吗？哇，太惨了，太惨了！我看这个赛道又很炫哦。哎，我靠！我靠！哦，因为刚电脑他自己也甩出去了，然后那个设计师要逼死谁啊？就不能上去再建宽一点吗？对对对，这里这里这里啊，来了。哦，呀，我看不到那个地板呢，切回来，哎呀，不能让我切第三人称了，整个跟那个整个场地都变成保护色，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地板，我人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哦，就都不能刹车，又来一次哦。哦，刺激哦！对啊，真的哦，好玩的。我想说，不会又要再爬那个很像前面那个很像玻璃的，不是玻璃啊，像不知道什么水晶之类的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在这边做个 save point， 那我们就拜拜了。